好大。好大。哦。啊，应该地震嘛是第一摆啊。我想讲是我家己戆伊诶。还有在摇吗？是我自己。还在摇。真的啦。啊，鸟尾啊。哦，地震诶。哎，记录一下，记录一下，赶快耶！哎，演奏到地震也是一个蛮特别的。大家放心啊，我们在户外，好不好？在户外。9:45，我跟你讲，这表示在一首歌就要下班了，所以地震要大家赶快离开了啊！哈。要回到家里了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嗯，佳杰，还在有吗？还在摇哈，一点点呐、啊，快点到手了，比较快一点的啦，嘿，啊，这里，我第一走，你怎样？你怎样？好，调温啊，调温啊，调温没开始烟早啊，没关系，等一下呢，有啊啦，对，我们先那个就干汤面嘛，好不好？然后屋顶上的新手。好了，我们音乐就下了，好不好？那等一下，如果再震，我再提早下班。好，就刚才拍我，重来一次，重来一次，佳杰。
酒干那汤杯了。今早刚地震啊，快要下班了啊。哦，要点一首茉莉花是不是？那我们先来一首呢，圆舞曲《蓝色多瑙河》，然后做一首呢，来一首茉莉花，好不好？最后两首歌了哦，哈、哦，那、啊、就要下班了，不然等一下它会再地震。哦，哎、哦，对对，蓝色多瑙河，对。好啊，大家听听看这首歌呢，我国中的时候算是经典名曲哈、哦，世界名曲。国中的时候音乐课呢学到的歌曲哈、哦，那这首歌呢配合舞蹈老师，哎邓哎邓哎邓哎，非常好看哈、哦，啊我调一下蓝色的灯光，啊配上这首呢蓝色。多瑙河，我们音乐就下了哈，谢谢。圆舞曲了哈，蓝色多瑙河。那时间呢？最后一首呢？我来为你们演奏啊，点歌哦哈，这首歌非常好听 ，Jasmine Flower 哈，是茉莉花。